有情人终成眷，掌声鼓励一下这时候。歌手萧敬腾昨27日在社群平台突然宣布求婚成功，并释出一张与经纪人 Summer 拥抱的照片，透露自己将迈入人生下一阶段。消息一出震惊全网，求婚影片更逼哭不少网友。萧敬腾在影片中穿着黑色西装外套深情向 Summer 告白。这16年来我们偷偷的相爱，就连身边最好的朋友最亲的家人都没有听过我们一句正事。现在开始，我要让全世界知道，妈妈，你从来就不是一个人，我要替你分担你的辛苦，希望这一天没有让你等太久。影片中萧敬腾也心疼对方替他受了许多委屈，因此从现在开始弥补，用一生去爱他。妈妈，你辛苦了，你为我受了好多委屈，我要弥补我以前大家看不到我对你的爱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用力用我一生去爱你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同时单膝下跪大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啊，让 Summer 哽咽回应说，我愿意。谢谢。全场尖叫声不断。妈妈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求婚照片中也可发现现场众星云集，除了罗志祥、贾静雯、修杰楷、小珍等人外，天王周杰伦和妻子昆凌也在场见证这温馨感人的重要时刻。昨日老萧在 IG 上公布喜讯后，周杰伦马上就转发此文章，并用大量的拉炮表情符号祝福好友求婚成功。随后周杰伦也在自己的 IG 释出一小段当天他所拍下的第一视角花絮，并写下恭喜老弟哥的视角，不忘跳出来主持一下。影片中萧敬腾与 Summer 激动相拥，没想到一旁的周杰伦竟突然开始主持现场，掌声鼓励一下这时候。全场立刻大声欢呼拍手，现场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氛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